看看新闻网。只是原以为发布会就这么散了的时候，同场的倪妮似乎不肯轻易让出头条。你看，当天汤唯、凯特·布兰切特和金喜爱三人都穿着发布会的服装，在同一场的进行媒体的群访，唯独倪妮的访问时间晚了很多，乍一看连衣服都换了一套呢。而以往一谈男友冯绍峰就打太极的倪妮，此番也十分反常。在接受大家访问期间，现场公关都不让问感情问题了，倪美人愣是热情打圆场。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听到你的好消息？不要问这种问题，谢谢。哎，这种问题不回答好像也不太尊重大家，我觉得。鉴于冯绍峰的电影马上上映，倪妮更是豪言要包场支持男友。当然了，包场啊。